再捞完就了，对吧？你这里都没有石灰，人家说有石灰，哪里有石灰？石灰不够是很难做的。今天估计可以干半了。啊，这样子，尽量踩，踩，拉起来，你走，拉起来，踩，踩，踩，什么？关住不？马上投放水泥，马上投放。将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。是吧？啊，对对。刮干净了，等一下又去一点，你看等一下刮不到。哦，等一下，刮这里，刮这里，再刮这里，再放水泥，又去了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倒水泥，直接倒在这上面，这样很快，不用倒那么远。不专业，要扛得重的。不够水的，因为你刚才踩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你要加一点水。你踩不是我踩，我是说，以后你踩也是这样子，那肯定是不够水的。你不用那样子动，我用踩旁边去时间，根本就不用踩。旁边干嘛？旁边有，等一下他用不到，那肯定用不到的。你去管他，这肯定是，肯定是。用脚踩出来的浆是最好的，比你用现在推出来的浆好用多了。像牛一样，哎。对，像牛一样哈。好的，帅。不用啊，踩不动的情况下都不用管，再要踩就是狗。踩着浆就可以了啊，来。那如果他们急用浆的话，这里马上得踩用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浆了哦。没有浆，你马上可以踩，这也可以用。抓时间就是这样抓，你不可能说全部搞好了，我再拿浆去给他们，是吧？来，我要铲一把吧。好，看你，一辈子我就发烟给他们打。那肯定哦，来不及我发烟了哦。老板为什么被两个烟在这里？浆到这个地步就很好用啊。不用再翻，你不用翻来覆去，你就直接在铲进来。
这样你看嘛，你这样子一推呀，你不管是怎么推得起来，它都不会往下，又不会往四周散开的，这种浆就合格了。啊，很滑的这种浆。啊，你这样子，你拿这个铲子试一下，你就知道它滑不滑，够不够，掉不够。你踩这里踩不下去哦，踩不下去，踩不到那个地板的话，你就挖它出来踩，就容易踩，踩刮到那里去，踩就容易。啊，比如说像这种，那这种它粘了地板的，这样把它搞起来踩，容易踩的。麻哥说300块钱一天都不干这种小工，太辛苦了。他是没有做习惯，习惯就好了。这个东西做习惯了，你上手了就知道了。其实搞这种浆要不了多久，就10分钟嘛，10分钟就搞好了这团浆。那搞浆呢，搞出这种效果就很好。比如说我这样子一推过去，是吧？很软和的这个浆，显得很软，它是刚刚好。如果水多的话，你这样子搞这个印子，它这里会弹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浆搞得不好的话，你这样子是没办法堆得起来的。那你搞这种印子起来，它是直接会散下去的。那搞出这种浆就算好用。其实人家湖南人搞浆，我是最佩服。湖南人他是有空他就踩，用脚踩的，不用这个的，他那个浆会更加软。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使劲的在这里踩，踩踩踩，踩踩踩，这种浆很好用。啊，这个浆好不好？等一下你们看一下，比如说他用砖包来敲这个砖，这些浆是不掉得下来的，这种浆就算合格。再加两场十，很好踩的，很好用的。